哪来的一个本事，连尸位逼袭的弱点是在脖子都不知道。头脑虽然不行，身材倒是不错。这就不值钱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脖子露出来，这回总能打中了吧？钱钱蛋，怎么不动手啊？不好，我跳河。你谁啊？我的宝贝闺女啊，妈妈找到你，你怎么就被烤熟了呀？闺女，妈妈？怎么，没见过男妈妈呀？闺女，咱们走，跟妈妈回家。哎，别走，这是我的猎物。你还说，把我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打死了，我没找你赔钱呢。我就想让我的闺女魂归故里，就这点心愿你都不能满足我吗？你女婿来了。卖墙了呀！哼，你果然是个骗子，要来抢我的猎物。我抢你的？我在这埋伏两天了，要不是你突然出来一通乱打，引来了工笔戏，我怎么会动用土堆宝符？我不管，这两头妖兽都是我打的，都得归我。大小姐，这两头辟邪加起来还不够你用掉的几张符钱呢，不如就施舍给我吧。我的猎物我就乐意花钱，你不能拿走。你那儿还有疾风符吗？用完了，怎么啦？那你过来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啊，这沙子有什么特别吗？疾风符，你追不上我的！下流，卑鄙！不要让我去碰到你！我的钱呢？我刚刚辛苦骗来的钱呢？就这么没了？13颗虾皮零食，竟然买了个假货！今天也太背了，连个破罐子都买错了。什么人？骂谁鬼呢？你
爷爷，我是气灵，气灵没听说过呀？你就是气灵？别废话了，快给老夫整点血喝。气灵大人，你看我这瘦弱的体格，我的血可不好喝啊。你可拉倒吧，你那瘦了吧唧的血谁稀得喝呀？老夫要喝妖兽血，最好是地火龙的，实在没有火切的也能凑合凑合。好嘞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地火龙多，我这就带您去。带我去干啥呀？我又不会打架。不会打架？那你会什么？变个形啊，啥玩意的还行吧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想看啥玩意儿，我现在就给你变。那看到了吗？这是玄风门的第一美女水灵啊，万千少男的心中偶像，也是我的梦中情人。你要是能变成她，我就信。就这呀？你给我瞅仔细了。嗯，还真行啊。就这还行不？死老头，你故意的吧你？我也没招啊，我只会变形，不会变身儿。连这点能力都没有，我看你还不如当个尿壶。不是，太不是了，法术算个啥呀？老夫有的可是无价之宝。什么无价之宝？这脑袋看到了不？这里头全都是知识和经验，什么画符、炼丹、做法宝，那都不在话下。能想到这里头十分之一就发了，真是笨蛋。那么，麒麟大人，那你能不能透露一点，证明一下？瞅仔细了啊！难道？老头，你是你个鬼呀！这嘎子再换新溜点。哎，对劲儿。那又不对劲儿了，这嘎子又粗。又完犊子了。解释一下，这东西怎么突然就炸了？感情你小子也没画过符啊？没有。我看你刚才跟我唠挺好，我还寻思你能整的。哼，得亏你这画的啥也不是，好悬没给你炸死了。这真的不是你给我的符方有问题？哎呀，坑你对我有啥好处啊？银珠草、火尾花、火心血，这三种没有火煞之气的玩意儿，搁一块能炸吗？就说明这配方没毛病。你瞅这葫芦上的图案，那都是暗合天地元气的法阵，你给画岔劈了，那能行吗？你当这练符练气是那么好糊弄的？你着啥急呀？人家正经符师还得挣十天半拉月的，你这刚开始整，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咋的？这种不需要消耗真元的法符，在市面上一直都是抢手货。一般的修士只要有足够的灵石，都会买几张在身上保命。要是这些普通的东西真能练出一阶火球符，那这符方就是会下灵石的母鸡呀、啊！有了这么多钱，那么四舍五入，我就能够娶到水灵儿了。你这算盘打的真是嘎嘎溜啊！为了赚钱，我必要将这符方练成。Holy day！
小子，我困觉去了。叫我醒的时候啊，你可别给自己霍霍死了啊！谁又惹到你了，微微？昨天在黄沙峡谷，我好不容易打到两头鼠尾碧蜥，没想到被一个坏蛋给抢了。原来你昨日没来丹房，是去了黄沙峡谷。师姐，我可没有你的耐性，能一连坐在炼丹房几日不出来。而且你说过，我到了神海境丝虫就可以出城了。那要是遇到了危险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师姐，我听你的话，不到周天进五城保证不会去天城外。我昨天也只是在附近转转，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了讨厌的家伙，不非得找他算账。微微，我允许你到外面打妖兽历练，但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每次出去之前要告诉我的？师姐，我知道错了。那这个月不许再乱跑了，知道了吗？好嘛好嘛，我知道啦，别生气啦。火球符都没有啥问题，你以前真的没画过符？老头啊，我问你，我这火球符咒真的能行？难不成你爹娘是练符师或者练气师？不知道，我老爹老娘在我13岁的时候和人出去捕杀妖兽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只给我留了本紫玄真诀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紫玄真诀，难怪你都这个岁数了，就这么丁点修为。你说啥？信不信我真拿你当尿壶使了？等等，年轻人，跟我做个交易咋样？跟你做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帮你修炼到金丹境，你帮我凝个形。你帮我修炼？门那儿，我帮你修炼到金丹境，吹到水灵儿，你助我炼制新的身体。这样不好吗，朱云？你个老头，别恶心我！只要五色石、月仙茶、金乌果。在修炼到金丹境三重的真元修为，就能帮我施展着凝形的法术哦，主人。怎么样嘛，主人？你修炼成功，我凝神化形，你不亏。行。那么我们来缔结契约吧，主人，这样就不能反悔了哦。
微微不会真的乖乖听话的，让铁侧的人看着他，别让他知道。小鸟，放马过来吧！接招！降妖十八掌，飞天大口！小样，要你倒是，出了吧！你瞎说什么啊？明明是我赢了，不是我赢了吗？没毛病啊！老头，是你过时了，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不比剪刀大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现在的布代表法衣，剪刀代表着法器，法衣能防御法器攻击，当然比较大。那石头呢？石头代表着灵石，法器能打坏灵石，法衣却不能。从今往后，我只能叫老头了。也可能是小绿绿、小老头，看我心情。气灵大人就不要想了。我的尊严呐，全没了。古诗云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自古英雄出老头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披荆斩棘看老头。”老头有三好。从你的存色，有那功夫搁这瞎练练，不如多盛点火蝎血给我喝。咱们也别跟火蝎较劲儿了，你不是要帮我练成金丹吗？不如再教我一些贵重丹方，或者带我去个上古修士的洞府也行。咱们加大力度，快速致富。就你现在这小样，还想去上古洞府呢？那多半是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。哎，再者说了，就算你小子运气好，捡了一两件法宝，有人来抢，你打得过吗？你？那我什么时候能去这些地方啊？等你修炼到神海境四重，再行走这些吗？以我的修炼速度，那得哪年哪月啊？你放心，你以前练得慢，那是因为没人指导。我现在教你的都是给你量身打造的修炼计划，你只要听我的，多寻我点火蝎，多整点火秋符，多赚些灵石打好基础，我保你日后修为突飞猛进。可那火蝎也太难弄到了，大家都嫌它没用，又少又贵又难买。还不找你不会自己打呀？自己打又危险又花时间，怎么算都是笔亏本买卖。我这嘎达倒是有个不麻烦的法子，只要你胆大心细，以后火鞋管够。真的。明月无锡最大的门店张北门台店倒闭了，原价都是100元、200元、300元，通通两块，通通两块。预告通过，预告通过啊！不要错过了啊！三重以下啊，这好像是上次高价收获蝎那个大冤种啊。还真是，吴老板看来又要大赚了。哟，魏公子今儿又来收获蝎呀？可不巧了，最近都没人打着，您要是着急用，多加几颗零食，我亲自派人帮您去练。行了，你个老狐狸，别跟小爷来这套啊！你就给我来点清火丹，一瓶回气散，一张封顿符就行了。哎呦，你小子最近发达了啊！哎呀，我瞧瞧，我都在这儿了，您要不去验验？不必了，我信得过你。一共多少钱？啊，看在您是熟人的份上，给您打个88折，四颗下品灵石。这些够底吗？我看看啊，嘿，嘿，
你就说够不够吧。房价来说自然没问题，只是你这火球佛手的符文看着眼生啊。你这小子该不会又拿假货蒙我的吧？是真是假你验验不就知道。什么好东西一定别忘了哥、啊、一定一定。对了，再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知道哪里有虎纹草吗？打听事儿啊，那得再加一张火球符。女儿这品质，一张就能换两颗下皮灵石，赚翻了呀。刚来过的那个猥琐男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瞅你那小气劲儿吧，再添点儿，这玩意儿也不用花钱呢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火蝎这样的食肉动物怎么会被草叶吸引过来？今天被那老狐狸坑了张符，这一趟要是空军了可亏大发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味儿对火蝎来说那可是满汉全席肉香四溢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都给你说了管够。可恶。我找了一下午了都没找到那个猥琐男，那胖子老板不会是骗我的吧？你是谁？不是吧，你上次来了这么多，咋的这还不够啊？你个糟老头子，这罐子里睡这些年是不是把脑子吸收了？这么多火蝎要是不小心将他们激怒了，这是咱们两个人能对付得了的吗？富贵险中求啊，那也得有命求啊。只能先想办法离开，等虎纹草烧得差不多了再回来。不是啊大哥，对不起啊。这是误会啊。他们好像生你气了呀。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想想办法呀，臭老头！你倒是还手啊！我真是一万年也没碰到过比你还菜的。你这下就没完没了了。那像文
你要是把虎纹草全打爆了，你也得帮存在这儿。被虎蝎吃了和被炸死，我选择体面一些的炸死。再见了，宝贝。抓紧了，老头。没想到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哎，老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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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了我的老兵。老头，这下糟了，怎么给你忘了？你不能死啊，老头！哪个？哪个？哎呀，老头，你大点声说啊，急死我了！血，对，火血血。倒，倒，我再倒啊！罐子，往罐子里。十掌，二十掌，三十掌。哎呀，别数了，数多少遍了？这下火球符可练够了，这能换多少零食啊？我觉着你别直接出去卖火球符。为什么？画这些火球符不就是为了卖钱的吗？林月城里总共有多少炼符师？炼符能有一定成功率的炼符师很少。就是嘛，你要这样卖，不出两天就得让天一门抓走，以后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给他们当画符的苦力，我这辈子也别想明星了。这倒是个问题，不过这也难不倒我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卖掉这一批火球符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听说有人在这黑跑潭捡到了大量的火球符。是啊，在哪儿呢？不会是假的吧？哎，再找找。哇，这里果然有火球符。哎，我这么多，这下发达了。哇塞，品质还这么好。真的有火球符啊？不光这儿啊，我刚才看见那边也有呢。真仗义，多谢。哎，我这招不错吧？不就是忽悠吗？万岁，是火球符。哎，太假了，啥也不是。哼，你就是嫉妒我的才能，听我散布的谣言，现在所有人都相信在野外能捡到一大堆火球符。这一下我再去卖符就不会被人盯上。哎，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零食，太爽了，我得好好想想要怎么花。这些零食可不行浪费啊。嗯，这一部分就拿去买水灵儿最新出的画像。啥？干啥？水灵儿的画像？对，不能只买画像，便宜钱买水灵儿限量款法相人偶。林师是用来给你修炼的，神海境三重，现在就开始。知道了知道了，第一次赚这么多零食，还不能让我过过嘴瘾。
我太难了，终于修炼到神海境三重了。不容易啊，但你现在还是太弱，火球符那么搞也有风险。那怎么赚灵石啊？急啥呀，借此机会去接些委托任务，多打些材料回来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不久有人在黑袍潭捡到了10000多张火球符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我听说有个年轻修士在黑袍潭捡到了一件9000年前天玄大陆最为漂亮的女修白梨仙子的等身抱枕。这也太离谱了，我只是想卖个火球符，什么等身抱枕，我像是那种人吗？哟，咋不像呢？哎，别管那些了，去看看有啥你能接的任务。这位兄弟，不知道能不能借个地方说话？有什么话，不妨就在这儿说吧。也好，正好他们也到了。谁到了？众目睽睽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会叫破喉咙的。这位大哥，你误会了。女的？我警告你们啊，美人计对我可没用。叶兄，切勿惊扰了这位兄弟。这位兄弟，此处人多眼杂，我们也不想引人耳目，不妨先听我一言。有话直说。在下零道一，这二位是来自七星城的叶萧镇和叶顾威。我们前日在灵月城外的一处洞穴发现了3头冰丝猪，想邀请你一同前去狩猎。这里这么多人，你们为什么就找我呢？适才我见兄台气宇轩昂，英俊非凡，顿感分外亲切，加上你也是神海境三重修为，与我们三人相仿，更方便一起合作。修为也能看得出来？在下不才，会门望气术法，一看便知。哎呀，林兄弟，你跟这小子废什么话呀？小子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，不去我们找别人了啊。冰丝猪是三级终结的妖兽，总价至少能有上百颗灵石。我答应你。确定你们这几个歪瓜裂枣的打得过冰丝猪啊？你忘了我是女的，他们看不见我，也听不着我说话。这位兄弟，你是肩膀疼吗？不是，刚才有只绿豆蝇一直在这儿飞，我赶一赶。你说谁绿豆蝇呢？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不是我胆小，只是靠我们四个对战3头冰丝猪，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这你大可放心，我们还约了铁策的南宫雨晴，他先行一步前去探查，待会儿就能跟我们会合了。南宫雨晴？哎，是那个号称铁色第一美女的南宫雨晴。正是。我加入，咱们立刻出发。这才痛快。哎呀，你没见过美女啊。我叫魏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南宫姑娘虽然要价40颗下品灵石，但如若此行顺利，我们每人至少还能平分30余颗，魏兄可有异议？以铁策在灵月城的声望，南宫姑娘多收一些也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就为这几颗破灵石，一会儿再让那冰丝猪给嚼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比猴都急，等会儿见到南宫雨晴再说，要真是情况不妙，我肯定找机会润了。你最好说话算话啊。你们二位真的是亲兄妹吗？我哥长得像娘，而我更像爹爹，所以我们兄妹看起来不太相似，经常被人误会。哦，哈哈，原来如此。这叶家兄妹的令尊口味还真是独特。南宫雨晴呢？小心！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帮手？
身手还算敏捷，合格了。在下猥琐。这久仰南宫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客气。走吧，各位，我来带路。这件三级妖兽赤火里炼成的法衣，少说用了20头赤火里，是老毕的钱了。哎呦，你小子眼光见长啊！老头啊，还是你懂我。能用得起这样的法宝，这姑娘的实力至少有神海境4重。你们这把稳了。那可不，血赚的。丁四珠擅长偷袭，大家跟紧一些。抱歉，就是突然觉得有些冷。冷就对了，你看。那是什么？是冰雾果，一颗就能卖20灵石呢。冰雾果生长需要寒气，看来这旮旯还有半生寒雨。这次发达了。下去不是办法呀。大哥大姐们，出把力呀。我也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什么事啊？我早说这货不讲武德。可恶。老头，会想办法开灯啊。我开灯？上次在市场买的夜明珠让你给吃了。哦，对呀。南宫姐姐。你狗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黑吃黑呀、啊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。林道一，你怎么敢？虽然你是神海境五重，但此刻身负重伤，剩他们几个渣脸，
我又有何不敢呢？就算你有把握把我们杀了，你难道不怕铁策找你复仇吗？天玄大陆这么大，铁策难道还有本事大海捞针？林斗鸡，你这个叛徒！金蛇雷锁。力大如牛，只知蛮干，水术精妙，对我天克。威瑟兄弟，你怎么说？现在怎么办？单打独斗，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！哎，自信点，把恐怕去掉，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求大哥带我一个呗。咋的？你这是打不过就加入啊？哎，你这家伙倒是知趣了。其实我早就看大哥气宇轩昂，英俊非凡，顿感分外亲切。小弟愿为大哥效犬马之劳。效犬马之劳？不错，小弟有些手段，可以让这两个美女乖乖顺从大哥，成为大哥的女人。猥琐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小人。魏大哥，我只是败类。给我闭嘴！接下来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千万不要不识抬举。你这是？你怎么样？怕了吧？站起来。好好。摆个动作看看。好好伺候大哥。不错不错，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东西啊。别急，还有惊喜。石头兄啊，大哥，意不意外？还不开心啊？我有白水罩护体，区区火球符还想伤我？那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这怎么会？接受正义的审判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你可真够欠的。暗火符，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连成线。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抱歉，刚才错怪你了。我也是，对不起魏大哥。别这么说嘛，人家怪不好意思的。瞅你那损色。叶大哥，麻烦收拾一下战利品，咱们把这些冰丝珠和冰雾果还有林道一身上的宝贝分了。哦，好。你要分？怎么，你们也要黑吃黑啊？不不不，我是说能从这黑心家伙手里活下来，多亏了你，而且又消耗了你那么多火球符。我们按照原来商定的，分冰丝柱和冰雾果就够了，这家伙身上的东西都归你。既然各位都这么仗义，那我也交个朋友。这次发田掌柜，别看了，
再看也看不出花来。请问各位，是要将这块寒玉卖给我们金玉阁，还是要让我们代为拍卖啊？代为拍卖？难道说这块寒玉已经达到了拍卖的真品标准了？拍卖的话，底价应该可以定在600克下品灵石，就算扣除掉我们一成的佣金后，你们的收益也会更好。各位拿着我们的贵宾玉牌，3日后请来参加拍卖会。还有，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东西，也别忘了我们金玉阁。猥琐兄弟，多谢了。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。朋友，我是交定了。易大哥，你这一走，我肯定会非常想你的。猥琐兄弟，我住。以后有空来七星城，一定要记得找我呀。叶妹妹，保重啊。你也是。吃人家小姑娘豆腐，吃得很开心吧？你看你，真喜欢开玩笑。现在我不开玩笑的问你，你愿意加入我们铁策吗？不了不了，我还是做散修比较自在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了。拍卖会见。回见。抱抱就走了呀。哎呀，林道一这小子好东西还真不少。老头，别睡了，帮我看看这什么好东西。上有兴致，一般人打不开。幸好你不是一般人，也不是二般人，你根本就不是。你几个意思啊？你要是能打开，为什么还在这儿闲聊啊？这完蛋玩意儿，今天就叫你开开眼。
凉点儿，我歇歇。其实也不用急着打开，一条小小的黑风狼神魂，搁以前我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他。今天这两片玉剑，我说啥都得弄开。绝，无正确攻击邪术吧？啊，这太乙忘形术也是好东西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不就是两门术法吗？要跟我说这玩意儿才是好东西，不就是个盒子吗？看不出哪儿高级啊。宝元玉盒能够让灵药和妖丹保持灵气，有些灵材一被采集下来，灵气就会飞快散失。没这个，你就只能眼看着到手的宝贝化为尘土了。哦，好东西啊，那留着不卖。哎呀，行了，好东西晚上我也累，你趁早领悟这两门术法吧。整这么勤奋干啥呀？没个十天半个月，这术法你也练不出啥名的。年轻人，敢偷袭我几万岁的老同志！刚学还不熟练，我下次瞄准点。神海静一处。神海境四重，哼，太老了。神海三重，哼，还是我帅点。小点声，一会儿别让人给笑了。你说这有手有脚的就出来要饭，现在这年轻人说谁是要饭的呢？这美女谁呀？你新来的吧？那可是铁策的南宫雨晴，我新追上的小姐姐。猥琐，你来了。这年头美女怎么跟要饭的都混到一起去了？啊，我的爱都有主了，心塞。这个下头男居然能搭上南宫雨晴。久等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南宫小姐。晦气，这货怎么也来了？神海境五重，瞅这是个富二代呀、啊！原来是李公子啊！南宫小姐，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有吗？不然怎么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？这货也太恶心了。李公子真爱开玩笑，这样的小拍卖会你也有兴趣吗？你在我自然有兴趣。知道我最近喜欢什么制服吗？我不想制服。我喜欢被你制服。吐了吐了。真是癞蛤蟆追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。你谁啊？刚才嘀咕什么呢？这位魏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的心上人。兄台，我虽然不认识你，但请一定要来和我们的喜酒啊。那个二世祖到底谁啊？她是金鹫宫的少公主，
他叫李红林。就是那个驯服妖兽的金鹫宫吗？了不起啊。我觉得你也很了不起啊，卫大夫人。扶什么事？我只会扶墙。你不要过来啊。少来，我听说前不久有人在黑炮坛捡到100来张火球符。露馅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不如是啊，上次对付林道一那些火球符就是我在黑炮坛捡的。哦，可我查过，那100张火球符你已经全部卖出去了，那后来你身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火球符呢？那是我后来又去捡了。牛啊，撒谎都不会。这些天你一直在收购火蝎吧？是不是跟你的火球符有关系？你有调查我这时间去买点好看的法医灵药保养下皮肤不好吗？我需不需要保养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没有否认。他们干什么呢？看样子他们是亲上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否认了你就能信啊？我又不能杀人灭口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既然你是炼符师，肯定会有很多大门派抢着要你，何必还要冒险杀妖兽赚灵石呢？我说了，我喜欢自由自在，对给门派做狗没兴趣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不过你之前说谁是癞蛤蟆谁是青蛙呢？我说我自己呢，青蛙是我，癞蛤蟆也是我。舔狗。金玉虽有千般好，生死不待徒烦恼，不如一掷换灵宝，半身护体鸿运涛。感谢各位赏光我们金玉阁的拍卖会。闲话少叙，我们直接开始这一期的拍卖。第一件拍品，何须丹。这颗由珍宝阁丹师姬雅亲自炼制，分念境以下的修士服下之后便可直接突破一阶，底价3000下品灵石。3500下品灵石。3700灵石。4000。4000一次。4000两次。成交，恭喜这位买家。何须丹有啥好啊？试了以后境界很难再提升了。直接提升一阶修为，在危急时刻可是保命神药，还管啥境界提升啊？这第二件拍品是金丝符笔。哎呦，落月城天宫房的精品，这是用4级妖兽金棕兽的尾毛炼制，底价300颗下品灵石。金兽的尾毛吸附火蝎血更平均，在符纸上画起来也会更平顺，能使符箓的品质和炼符成功率都大大提高。怎么心动了，卫大符师？哎，心动也买不起，算了。400下品灵石。心动的话就买，要借几百灵石我还是拿得出的。哎，
你该不会是有什么附加条件吧？你这人真是不痛快，还不起拿火球釜底就是了。反正这种法符我平时也都用得着。好，500克，550克，600克，700。林月城的散修服饰不多，喊到这个价格，应该没人跟你抢了。1000克，1000下品灵石买一根符笔，这人是不是疯了？金九宫的李红林，那没事了。1000下品灵石，一次。这小白脸是故意接胡的。下品灵石，2次。好，成交。金九宫没有服侍，他根本就是故意的。我去找他。不必，等下再有好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再看。下一件拍品是纳宝囊，内部空间约30丈见方，无论是庞大的妖兽还是矿石都能装下。底价800下品灵石。1000下品灵石。好，这位客人真豪爽啊！卫所，你疯了吗？那阔少喜欢花钱，我帮他一把。哼，1100颗下品灵石，1500。不要再喊了，万一你拍下却付不出灵石，就会被清除掉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，永远不能在灵月城任何坊市交易，甚至被驱逐出灵月城。他会跟你。雨晴妹妹，我的灵石有些紧张，刚刚你喜欢那金丝符笔我没有买到，这次我竭尽所能也要为你买到这纳宝囊。哼，原来这小子是想给南宫雨晴买东西，敢在我面前装大款。1700灵石。啊，雨晴妹妹看我的，也要1000颗下品灵石。少主，老爷给的预算不够啊。该死的。2300下品灵石。雨晴妹妹，我对不起你啊。李少主果然是财大气粗啊。2300灵石，纳宝囊为李少主所有。少主，这是您的2件拍品。去，把这笔和纳宝囊都送到对面，再帮我带句话。是。去吧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这李公子太大方了，几千灵石的法宝说送就送，要不你干脆从了他得了。那我把这些送你了，你要不就从了我得了。南宫姐姐说笑了，要我从了你还要送东西，一句话我。那你同意加入铁策了？这也不是不。我知道你会画符，进了铁策等着你的就是996007，画符画到猝死。南宫姐姐，我卖身不卖艺，从了你可以，加入铁策这事儿。那个李少主还让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少公主说觉得南宫小姐今天有点怪。哪里怪？怪怪可爱的。我的妈呀，真膈应人。还有把丑话说前头，你这样坑人家不义之财，哪里要折寿的。切，迷信。欺人不欺心，我几万年来见得可多了。18000年前有
个大能跟你一样，当晚就被仇家找上门嘎了。15000年前有个小散修跟你一样，出门就掉坑里，也嘎了。10000年前拿空白玉剪来。韩玉居然拍到了1500灵石，叶家兄妹那份就劳南宫姐姐转赠了。嗯，你刚刚让田掌柜转交给李红林的玉简上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，等我有了灵石会还给他的。你还挺有心的，那后会有期。这不是你刚才拍下的传讯灵符吗？嗯，这灵符发光之时，你就去醋方桥的公报台等我。传讯就传呗，也用不着给我这么多啊。嘿嘿，下头难。花了大价钱的符笔，果然得心应手。画符的速度和成功率都大大提高了。差事儿文具多，只会整个火球符就得意成这样了。老头儿，先生，您是看我装备升级，要教我点新东西了？反光符。哇，这是什么符啊？攻击力很高吗？你别做梦了。这符没攻击力，因此10000年前就失传了。那它有啥用？就是会产生独特的幻象和声音，可以完全模拟出某种法术或物体或人的形态。能拟人？哼，那老能了。行，必须行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画符助我当散修。老头儿，别睡了。哎，别晃了，脑浆子都晃出来了。哎，你看看哪儿画错了。瞅着没啥毛病啊。那我为什么幻化不出水灵啊？幻化得用本体凝形，本体知道不？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，这不是白雪。咋白学了？不是画的挺好的吗？看来只能这样。太帅了，我都没想到原来我这么帅，难怪南宫雨琦迷恋我呢。瞅你的唇彩，我得用点犀利的妖兽凝形。就你这实力，除非能找到天生脑残的高级妖兽，让他们等着你拿着幻光符凝形。哼，对于经验丰富的修士来说，多危险的妖兽都没法让他震惊，还不如反其道而行之。你又想做啥妖啊？哎呦，来了老弟，今儿买点什么呀？小爷一会儿去万蛇谷。拿点用得上的就行。那就来个终极狩猎礼包套餐吧。5人份还是6人份啊？1人份。啊，哎呦，作为你的资深合作方，我得劝你两句。万蛇谷妖兽横行，4、5个神海境5重的修士组队去都得掂量掂量。你单枪匹马杀过去，要是出点事儿，那我……你这么关心我。我又少了个冤虫。切，打不过小爷还不会跑吗？多给我几张风遁符。哎，这么近连鸟都不叫。这是万蛇谷，鸟都让蛇吃光了，当然不叫。有点瘆人啊。你怎么让我来这儿修炼啊？还不是你想要提升快点。想要提升快，当然得实战呢。
都让你吓跑了。你跑啊，来玩啊，嘚瑟。耗过什么来头？四级妖兽，龙角雷魁。妖兽还有的妖丹，笨蛋，妖丹都没见过呀。快快跑，像雷劈一样。雷劈，他会放电。你猜他为啥叫独角雷鬼呀？这个噎死了，冰冰凉，心飞扬，爽！你打傻了吧你？你哪只眼睛看我挨打了？刚才谁被打得跟狗一样啊？观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。这是兵法，反败为胜，知道不？单独杀死了一头四级中阶的妖兽。我简直太酷了，自以为酷吧，等着尸体引来个更狠的，你就只能去阎王爷那儿哭了。什么东西啊，这大蛇不会临死还想暗算我吧？
这朴实无华的设计，炙热充沛的灵力，难道是女修的法衣？应该是火凤宝衣，你注入真元试试。果然是半灵阶的火凤宝衣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为啥是女修用的呀？以你的修为，对上独角雷魁能保住小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，又捡到火凤宝衣更是撞了大运，还死叫活叫的。谁让我是完美主义者。南宫雨晴，他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？跟南宫雨晴约定的地方就是这里。我找到了长相特别猥琐的大哥哥。谁在说话？哪里传的声音啊？这么没素质，这么没教养。你别走啊，你是猥琐吧？是南宫姐姐让我在这里等你的。这么多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猥琐的？南宫姐姐说看上去特别猥琐的就是，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这孩子看人挺准的。我的名字叫猥琐，不是长得猥琐，我这叫还有成长空间。对了，南宫雨晴叫你等我干什么？那他说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我走了，猥琐的大哥哥。开玩笑的，他开玩笑的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干啊，长得猥琐有错吗？越描越黑呀。石区溶洞，大半夜他去这种地方干什么？是这里吗？半夜三更，小树林，南宫雨晴叫我来，难道是想和我约会？尿吧。有啊，怎么了？撒一泡，照照自己那德行。你个老头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来晚了吧？你还挺聪明的，知道用这种方法通知我。我等不及，才先进去看看的。你怎么到现在才到啊？哎，今天我到清明山去了，估计隔得太远，传讯玉符功效减弱了。清明山？你一个人去的吗？哎呀，算了，快跟我进来。现在，就咱们两个人。不然呢？这样不好吧，孤男寡女的。不过这长夜漫漫，也难免空虚寂寞。你有尿吗？昨日我在追杀一头三级的五彩蜈蚣时，偶然进入了这石区溶洞。原来是为了妖兽啊。你以为是为了什么？没什么。蜈蚣呢？不是蜈蚣，我找你是因为我在洞中发现了两株玉云枝。玉云枝？嗯，玉
云芝可是上级灵药，妖兽吃了能立马提升一阶。没错，而且这玉云芝快成熟了，若不能在成熟期内摘取，就会灵气散尽，马上枯萎。那就是玉云芝。嗯，这东西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等什么，上啊。急什么，在等玉云芝成熟的不只有我们啊，还有一头四级上阶的风铃吼。不是吧，又是一头四级妖兽？又是？说什么呢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？嗯，风铃吼这种四级上阶妖兽火球符可对付不了，倒是这个洞口嘛。你的对手是我吗？这要是打在我身上，喂，别在。风铃猴已被我赤焰刀重创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今天待在我们手里，算你倒霉。听倒霉，你就是茅坑里插吸管，别再逼逼了，快点的吧。大吉大利，我请收机。玉云芝，你我一人一株，这风铃好我先带走，回去卖了再分零食。行，没问题。我来晚了，居然都打完了。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？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无耻之徒。不是吧，他乡遇寨主啊。无耻之徒。这位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。哼，你可别装不认识我，这次别想跑。南宫，抱歉啊，我来晚了。我等你没来就叫了刘武，他也是铁策的，自己人。他解释是怕我误会。他心里有我。拉倒吧，你这戏可真多呀。小柳，这么危险的地方你怎么把薇薇带来了？收到你消息的时候韩小姐刚好在我身边，她硬要来，我也拦不住啊。韩小姐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上哪儿去？我也要去。天色已晚，外面危险，韩小姐快回家吧。你不带我去，我可自己出城打妖兽了。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看你怎么跟我师姐交代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演技太差了，天天跟着我到处跑，还生怕我受伤，猜都能猜出来了。
你既然知道了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可没那么笨，有你在，我就可以出去玩了呀。快说，你现在要去哪儿？为什么不带我？南宫在石区溶洞发现了风铃吼，那里危险，你要实在想出城，我找人来替我保护。气什么气，打风铃吼多好玩呀，咱们快去帮南宫姐姐。韩小姐，你等等我，我带你去还不行吗？南宫姐姐，你怎么和这家伙在一起？难道你也被他骗了？被骗？微微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就是他之前抢了我的两头十尾辟蹊。至于吗？就算是当初我抢了你，我赔你就是了。什么叫就算是？本来就是你抢的，那可是我第一次打到的妖兽，第一次。切，我说怎么笨手笨脚的，技术那么菜。你要不使诈，能打得过我？就凭你？微微，别生气了，让他陪你就是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教训他。怎么样，无耻之徒，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？这可是你逼我的，你要是输了，今后见到我就要叫改改。输给你，做梦去吧！要是你输了，可要给我当一个月牛马。你先吧。哎，小心点，不要伤了微微。不担心我受伤？南宫果然对我有信心。你先看看他的修为，再臭美吧。他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到了神海境五重了？现在还有信心吗？胆小鬼，你不敢动手，那我先来了。兄弟剑，给我力量吧！我是韩微微。你这儿变身呢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们那几万年前的烂梗现在还有人用呢。哇，韩小姐的招式真帅啊。哼，无知，这叫韩大小姐驾到。法宝？没错，好在这丫头修为不够，连一半威力都发挥不出来。这柄青玉竹剑可是师姐为了祝贺我突破神海境五重特意送我的礼物，看好了，这就是差距。嚯，这法宝竟有如此威力，七雅还真是疼这个小师妹啊。韩小姐本身也是天赋极佳，才让这逐渐威力倍增。看我三重火球风！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你不是说他发挥不出法宝威力吗？没骗你，这确实还不到一半威力。这样下去，魏所恐怕要败给微微了。韩小姐人美心善，一定会手下留情的。快不行了，得想想办法。魏兄竟是女修，难怪如此清秀。变态！原来在凌月
在城头女秀法医的搭档就是你。我没有，这是意外，听我解释。我要替广大女修，无论你这个老流氓。居然还没死！脏东西，死吧！什么？哎，魏小姐，你怎么到那里去了？小爷，我是男的，男的。这个流氓，别想赢！别叫了，快跑吧！既然如此，只好让你们见识我真正的实力，诸毒猛进。微微，没事了。魏小姐，哦不，魏公子他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微微，别找了，他已经溜走了。可恶，下次一定要他好看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微微，咱们一起把这个带去金玉阁吧。看在铁策的面子上，田掌柜也会多让我几分力。回头我带你吃好吃的。好的，南宫姐姐。韩小姐，这法衣不俗，你要不要留着？谁要穿那个变态偷来的法衣呀？给我吧，我来处理。南宫姐姐，难道你瞎想什么呢？我是想拿去金玉阁拍卖。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先回城吧。嗯。你说这里还有宝物？那当然了。看这里，看这里。这不就是破石头吗？里面还能插把宝剑啊？长玉云芝的地方一般都会伴生石灵鼠，里边的灵气几乎能瞬间和真元融合，说不定能帮你突破这段瓶颈期。真的？这怎么弄？在这嘎切个小口就行，要小心啊。完蛋玩意儿，你急啥呀？切多了，快吸收！你不早说。这里有股气，快要撑爆了。你这，哎呀，难道这石灵乳搁这放过期了？哎呀，手扯，快想办法，又撑不住了。你这是吸入灵气太多，深海被胀满了，赶紧行功修炼，引导真元。不多不少，正好三千灵石。嗯，这是拍卖金丝斧柄和纳宝囊时，少公主抵押在此的冰霜飞舞虫卵，请过目。有劳田掌柜了，您先去忙吧。啊，好，少主请自便。
老朽告退。我的宝贝儿，爸比想死你了。爸比一会儿就带你去买个新窝窝啊。少公主，您下月的零花钱都抵出去了，现在没钱给重鸾买新窝了。哼，蠢材，下月没钱，不会吃下下月的吗？可是公主说……哎呀，我爹呢？我会想办法的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在下魏总，多亏李少主慷慨解囊，南宫小姐已将纳宝囊和金丝伏笔赠于在下，作为定情信物。今日破费，就当在下向李公子所借，他日定当奉还。少公主怎么了？小贼魏所欺人太甚，我一定要活捉他和南宫雨晴去的奸夫淫妇，抓回来百般折辱，除今天这口恶气。少公主息怒，属下有一计奉上。嗯，妙啊！屋里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偷偷摸摸干什么？这不是显得有神秘感吗？还有很多灵气，或许能直接突破到深海境物处。咋的了？差一点点就能突破到深海境物虫了，可恶！再多一点灵乳就好了。你小子已经够走运了，一下子突破深海境四重，是旁人拍马都赶不上的速度了。可是明明只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不甘心。如果吃了这月云汁会不会……哎，别乱来啊，这是妖兽吃的狗粮，懂吗？你要吃了那就死翘翘了。嗨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打破一下尴尬的气氛。哎，这嘎不安全，万一来了什么厉害妖兽就真尴尬了，咱先回去再说。画符一小会儿，修行翻大倍。修行最近急躁冒进，我早前就发现你有这毛病，这几天越来越不要命了，啥情况啊？当然是为了得偿所愿，早日见到我女神。我咋不信呢？那是你不懂我们真爱粉有多疯狂。我看你像脑残粉，别跟我这瞎白活了。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。行了，爱信不信。而且你走掉了。哎，我说小子，咱俩啥关系？那是叶孝生的大刀加南宫雨晴的令牌，老铁了。跟老铁说实话，你这么不要命到底是拥护啥呀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为了好好活着。你爸没妈还没脑子，你有什么本事还走出天球？笑死人了。长眼了就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就是个傻子，还不如早点死了呢。他呀就是没挨过流氓打。你为啥非要去天穹外边啊？我就是想去找找失踪的老爹老娘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怕是凶多吉少了呀。我也知道希望渺茫，但就算他们真的遇难，我至少也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。好了，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小子别难过啊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爹。嘿，老头占我便宜，信不信我给你摔了？你摔呀，你摔了就没人叫你练补天丹了。
补天丹？哎，您早说啊！别说叫爹，叫爷都行。灯爷，您是我的指路明灯，补天丹，细说说呗。识相，咱待会儿就上街整点材料。南宫姐姐找我。南宫姐姐，魏总，这是出售风铃吼的零食。喏，这宝贝法衣我也给你带来了。哎，南宫姐姐，这是我打独角雷魁得到的，不是偷的，要不就送给你吧。哦，小气鬼，你是想送我一件旧法衣吗？不，这不是旧法衣，只是这女修法衣我也穿不了啊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小偷。我给你指条明路吧，你拿着法衣到金玉阁找炼器师，改成男款不就得了？还有这种法子？南宫姐姐，你可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。你就认准灯了是不？体测有人得到了一头噬仙虫的消息，我们要组团去狩猎，这两天不在凌月城，你想找明灯呢就只能过几天了。噬仙虫，五级中阶妖兽，听说还会隐身，你们姑姑有什么危险吗？放心吧，我们准备了白灵兽骨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要不放心就加入铁策，我把你一起打包带走。算了吧。嗯，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昨天用的幻光符，可以变出幻影骗骗人。你小心点，被别人知道戏法就不灵了。那我就收下当聘礼了。对，聘礼。别紧张，我逗你玩呢，等我回来再一起打妖兽吧。好。哎，我再给你点火球符吧。哎呀，反应迟钝。现在练补天丹万事俱备，只差一间有地火炉的房子。这儿的房子估计不便宜啊，你可别心疼灵石啊。肯定不心疼，再说我和南宫姐姐结婚也得提前准备好婚房。切，真是个缺心眼儿。哎呀，白瞎南宫配音喽。张兄，是你也来了。是，最近修为有所提升啊，恭喜恭喜！怎么来租房的人都比我修为高啊？我也别说了，你以为低阶散修有几个能搁这儿租房啊？这位兄台来一心殿是租房的吗？我想租一处有地火炉的住所。哦，你要租有地火炉的住所？现在有地火炉的共两处，一处配备有灵田。租金是80颗下品灵石一个月，另一处不配备灵田的50颗下品灵石一个月，你要哪处？有灵田的住所可以配置灵药。我们又不种灵药，当然是租便宜的房子，自己的灵石省一点是一点。我要那个50灵，50灵是一月的住所，我要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插队啊？怎么有意见？嘿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周天境修士。前辈，前辈息怒，若是前辈要租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呢，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意见，这位大哥英俊又有才华，理当优先。完蛋玩意儿，没意见你搁这横啥呀？欺软怕硬的东西。嗯，前辈，这是住所的玉符，随身携带便可进入。切，周天境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呦，行好，看在我面子上，算了吧。
哎，你别说啊，今天这天气还真不错。天气？什么天气？真是，下回遇见谁厉害还不一定。哎呦，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不？好汉的。兄台，五十灵石的住所没有了，八十的您看看。算了，下次一定。林月飘可真难啊，租个房还差点被狗咬。败家玩意儿，花钱找不痛快。哎，想花钱找痛快，那还不简单？哥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啥玩意儿？你带我见世面？哎妈呀，流沙符打水属性妖兽很有用，买。另外二阶飞云符买。哎，老头儿，你怎么这么能买买买啊？你是购物狂吧？哎妈呀，铁生冰刺梨，哎，快买了。飞云符流沙符也就算了，我要这野梨干什么？早知道不带你来。买嘛，给人家买嘛。你再来这套，我给你罐砸了。你干嘛？哎呦，这不是都有用吗？这有什么用？我带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有用的东西。这就是你说的有用的东西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手工瞅着相当精良，有这药生笔，这可是周年限定版，品相也很不错，就是个头小了点儿。你懂啥？这个级别的最经典。你在这趴半天了，到底买不买啊？还能再便宜点吗？我真的很需要。二手的还讨价还价，不卖了。这超预算了呀，咱还得买补天丹的材料呢，再瞅瞅别的吧。求您再透融透融，大哥我真的很喜欢。行行行行行，拿去拿去。哎，谢谢大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你当我白痴吗？这个破东西卖300灵石，还说是法宝残片。法宝残片，走，过去瞅瞅。不识货就不要胡搅蛮缠，我这可是请专家鉴定过的。两位大哥息怒，不如把这法宝残片借小弟一观。不会错，银媚刃残片。既然专家鉴定过，应该不会错。不如老板便宜点卖给我吧。小兄弟三思啊，现在的专家可不靠谱啊。兄弟有眼光，你开个价，给零食就卖了。呸！那我不客气了，三颗下品零食。好，就三颗。三颗哪有你这么砍价的。老头，你说这阴媚刃残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凭借上品的法宝，虽然破损了，威力也相当于真正的灵阶下品法宝。灵阶上品法宝，可是这东西怎么用啊？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一个？别卖关子了，一起说。好消息是这玩意儿还好使，坏消息是用户法阵破损，施展它得消耗更多真元，所以有机会还得大修一下。三颗灵石能买到这样的法宝，已经赚翻了。大修不是问题。计划非常顺利，铁策已经出城去清风岭狩猎噬心虫了。哎，老头，你听，好像有人说铁策噬心虫。哎，等等，你过去容易被发现，我损耗点元气，跟上去看看。我们何时出发？不急，让铁策的人先和噬心虫拼一场，
到时候我们更容易得手。钱少那边都安排好了？嗯，最迟明日定能消灭铁错，我捉南宫雨晴。哇，文兄真是妙计安天下呀。这两个老家伙竟然都是周天境以上的境界。你确定要管这闲事儿？这不是闲事，他们要对付南宫雨晴，我不能不管。这俩家伙境界太高，而且世青冲也极难对付，你要去必须要多准备些东西。对了，法医，走去金玉阁。这些需求自然可以，魏兄弟想什么时候要啊？我有急用，马上就要，我可以加钱。没问题。还有，麻烦按照这个清单帮我准备，不够的用这些抵押。啊，你要抵押这些？若是三天后我没来赎回这些东西，就当是直接出售给金玉阁了。好，这三样东西可以抵价3000颗下品灵石，魏兄弟看如何呀？可以。其他的都好说，只是白磷兽骨粉3天前就被收购一空，整个灵月城都已没有存货了。肯定是刚才那些人。那就先准备其他的东西吧。南宫那丫头不会已经嘎了吧？剪裁得体，穿着舒适，不愧是人称灵月第一奢华的金玉阁高定。用无缝丧丝儿加上火风宝衣改制，你这件法衣的防护力啊也接近灵气了。还是没有南宫的消息，希望能赶得上。魏所兄弟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和哥哥到灵月城附近狩猎，顺道来看看南宫姐姐。和你？没想到刚来就碰见你了。魏兄弟，你这是有事要出去啊？你要去救南宫丫头，这俩兄妹或许能当个帮手。他们只是神海境三重，不但帮不上忙，还可能有危险。我收到消息，有人要在清风岭对付南宫。什么？南宫姐姐有危险？魏兄弟果然仗义，我们跟你一起去清风岭。这样是好，不过有件事更需要你们帮忙。魏大哥，你尽管说，我和哥哥一定办好。对方人多势众，我想找铁策派援兵，但我不认识铁策的人，得请你们去给铁策送信。放心吧，魏兄弟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们。魏大哥，你要小心。老头，我们也走。小青，咱们跟上去。今儿这么早就换班了？请问你知道？别把妖兽招来！你知道铁策的人都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切，真没用！嘿，你啥态度啊？真是不怕死还没素质！换班啊！刚才那个长相猥琐的小子去哪儿了？我就一看阵法，我真不到啊！哼，天一门竟有一群废物！哎，礼貌呢？尊重呢？就这么对打工人吗？这破班真是一天都上不下去了，明天我就辞职当散修去。
就刚这几声号，少说有三四种高阶妖兽。连看守传送阵都要沈海静五重的弟子，这里确实凶险。再瞅瞅能不能连上南宫丫头。哎呀，可恶，还是没有回应。是不是你挡信号了？你往旁边靠靠。咋的，又来人了？叶家兄妹没那么快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你认识不？居然是周天境一重的修士，看着不像铁策的人。奇怪，那个姓魏的小子应该走不远啊，是冲我来的。小青，你再闻闻。是我给李红林的玉简。这人啥来头啊？能御兽，看来是金鹫宫的人。人家是不是找你要债来了？我又不是老赖，要债也不用大老远追到这儿了。嗯，啊，怎么办？要被发现了？问我？你包里那些玩意儿都是摆设呀？对呀。往里头。假的。哼，休想逃。妈呀，老兔子成精了，怎么这么快？还有疾风符。今天咋这么笨呢？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男人追，我顶着还不行吗？哎，快，前头有个山洞。钻洞？万一是死路怎么办？你也别管了，躲一时是一时啊。等赌一把。哎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你老是抓住我呀。啊，不好。我的屁股。我来了。我不想摔死了。好险。哎，你小命差点玩完。你小子倒是把我记结实点啊。这地下居然这么大，怎么好像还有灯火？这叫长明灯，一看就没倒过头。不过这么大地方，上哪儿找南宫丫头啊？再大也得先下去看看再说。那谁呀？没事躺大街上，成何体统啊？